我是商业电台杏林茶的 Dr. Tim。 这个动作叫做 Russian Twist， 俄罗斯扭腰，弯着背脊又会增加对椎间盘的压力，再加上一个旋转动作就会对椎间盘的纤维环产生很大的 shear force， 所以 Russian Twist 就很容易令椎间盘撕裂和突出。这个动作有个花名叫做 Disc Herniator。做这个动作是想练那些 external obliques， 可以用一个安全很多的方法，就是 share 现在示范的 side planks 加上 rotation。 这个动作对腰椎不会产生压力，可以练 core muscle， 又同时可以练 external oblique。